各位新人们，运动会要来了啊！大齐说大家好像不太配合，这样吧，只要加入新人的队伍，不管得奖与否，都能去专柜领一双自己想要的运动鞋。完事儿记着拿发票找大齐报账，金额不限，过时不候啊！哇，太好了！哎，快，不要报名啊！想要就报名，来，谁报名？明少。这可比五月用任老大丫的主意妙多了啊！那是，能用钱解决的事儿都不叫事儿。哇，林少银行卡被冻结了，完了，这回得去卖了。你怎么这么没节操啊？我说是找我爸卖惨。我也要报名。你和孙启聊什么呢？有什么秘密是不能让我知道的？而且不都跟你说了吗？让你小心一点，他知道你在调查简单的事情。可你还是被发现了。最近我听他们说你在散布什么谣言，你知道什么了吗？我之前跟孙主管有点误会，但是现在已经解决了。钱大那边我也有了一些眉目，等我想通了再跟你一起探讨。还有什么事吗？老大找我？不，表哥找你。不是新人都各奔东西了吗？队伍都组不起来，还玩什么？这个呢，就要多亏我们的林少，他那个运动鞋一发下去，那新人嗷嗷往上冲，我们的队伍立马重建了起来。他自身都难保了，还这么大手大脚啊？哎，你到底去不去运动会啊？这景象很眼熟啊。
麦庆，你快来啊！这个五月，我得好好教育教育他。谢谢毒蛇叔叔送我回来。毒蛇？谁教你的词？哥哥说了，你是刀子嘴豆腐心。好的不教，净教些坏的。小江。到了，谢谢毒蛇叔叔。哼。撕了啊！我都知道了，我把你所有的书都撕了啊！哥哥骗我，你哥哥不是什么好人，你要死就死好我有罪，什么罪？隐瞒实情罪，窝藏犯罪分子罪，伙同浪费公司资源罪，配合助长犯罪分子实施犯罪行为罪，还有什么利利索索的？还有认为你们反应迟钝罪，还有认为你们冷血无情罪。你说什么？臭小子，死撑什么？硬的像块石头。你，还有你，你们俩谁都不许暴露，否则……遵命，遵命，遵命。准备点吃的喝的。哎，我想吃那个柠檬蛋糕好几天了。小鬼难伺候啊。那你今天晚上还去咖啡店吗？不去了。把你送回去，我就回去。我们走吧。这是什么？钥匙。爱德华叔叔让我把这张纸条也给你。恭喜我一句麦琪姐相归吧。我的房子正好空出来，地址给你。
走了。哎呀，还是你的主意好。嗯，钥匙和纸条都留下了。好什么好？也许该开始另一个游戏了。那上一个游戏我输了吗？怎么会？那个钥匙就是奖品。那我们为什么不要那个奖品？那个奖品太贵了，爱德华舍不得，他都哭了。这个我倒是看到了。所以啊，我们不要他的奖品了。再说，这个游戏咱们也玩腻了，咱们换一个。换什么啊？这个我真的不知道。让我想一想。老苏这是想我了，还没到周末就回来了？不是，我呢，今天策划了一个求婚。什么什么什么？哎哎，谁呀？谁和谁都不是我。哎呀，你吓死我了！我这嫁妆还没筹备好呢。骗人！我十岁那年可清清楚楚记着，你就站在现在这个位置。指着这一书柜的书，豪迈地对我说：“老苏，这以后就是你的嫁妆。”哎，我能打断一下吗？嗯。你十岁的时候，咱们家不住在这儿哎。再说了，你就这么急着把自己嫁出去啊？别在意那些细节，我这天天看着自己的嫁妆丰厚起来，我这待嫁的心思啊。也是你培养起来的，我急，你能说我急吗？我能反悔吗？没戏。好，行，你十岁前的书全都归你了。不是，合着我这些年啥都没攒下呗？不跟你开玩笑，我确实有事相求，不过你不可过问。哎呦，能不能讲讲道理呀？你求我，我还不能问。我告诉你啊，小事儿都是小事儿，就是你能不能去档案科，帮我调查一下五月的家庭？别问，别开口。调查什么？来，喝茶。哎，你们家丫头现在出息了。嗯。一回到家，就让我给筹备嫁妆。真的？啊。哎呦。那我天天没有白念经啊，啊，见笑了是吧？管管你老婆，这哪有这么着急嫁女儿的妈呀？管不了。那容我问一下，我刚才听说查什么，是查小贾吗？不是，哎呀妈，你调查什么呀？你听错了，那我就当是他了啊。你来。就这儿了。我好喜欢这里啊。喜欢这儿是吧？那我们上去看看房子好不好？好啊好啊。走吧。
这边。这里怎么这么暗啊？哎，老房子都这样。不过这已经算性价比很好的了，况且离你们幼儿园也近。前面。不好意思啊。那刚才那个楼梯不能安个灯吗？不能。我们这儿电费呢是按照梯度收费的，等用到了第二梯度呢，电费呢就要加一倍，加一倍啊。先看看吧。这房子条件的确只是凑合，不过房东太太就住在旁边，答应免费搭把手照看孩子，也就是互相找个伴儿，这价格也公道的。况且这天也这么晚了，孩子也该困了。好，合同呢？是销售部的柴琴，也是今天运动会的主持人，希望各位前辈们多多关照。在这朝气蓬勃的炎炎夏日下，我们迎来了大脑数据一年一度的职工运动会，我希望大家能够尽情地挥洒自己的青春与激情，弘扬运动会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运动会精神。我会在台上默默地注视着你们，加油，爱你们哟。这就叫做轻信于人，血淋淋的教训啊！林奇，我都替你生气。这个主持人的位置本来就是你的，公司的一姐才是你。真是没想到，让这个小狐狸精给耍了。这么好露脸的机会算是白瞎了。你说主持人这事儿，我怎么一嘴话就告诉他了呢？看什么看？亏我当时那么帮你们两个，说翻脸就翻脸，想跟姐姐我斗。来日方长。喝水。哎，来喝水，喝水。我去跑两圈，活动活动。嗯，加油。哎，喝水，喝水，喝水。我请大家喝水了啊！来来来，拿水，拿水。喝这个有力气、有精气神啊！林少，来，好，谢谢，谢谢。林少，请大家喝水。还有没拿的吗？哎，我该怎么跟他说？我说搬回来住吧。你傻呀？哪里傻？你不傻，还用想这些？有我在。你小子可以呀，啊！骗我就算了，你还敢骗我男人？哎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哎，算了算了，原谅你，原谅你。我告诉你啊，让那小屁孩来给我赔罪，至少打他十下屁股。他要是不认我们俩当干爹干妈，这事没完。
看什么呀？你也没完。任总、小满那儿，我懒得管了，我自己的仇自己报。他就这么一说，不过你还是快点回来吧。这几天我生意蹭蹭的走下坡路了。这也是一种缘，他正是上天派来考验我的，成就我的。30块啊，跟咖啡同价。哎，让我算算，好像比卖咖啡还划算。嗯，哎呀，这照片谁想要啊？你们俩可以竞拍啊。我要。傻瓜，抢了。幼稚。说谁幼稚呢？哎，记住，今天是你抢了我的位置，是你自己挑起的战争。你说是你的位置就是你的位置啊，你怎么不说 Harry 的位置也是你的位置呢？哎呦，厉害了！第一次见大股东，说上两句话。就敢蹬鼻子上脸拿人家说事儿啊！南希，要斗就别斗得那么幼稚低级，否则姐姐恕不奉陪。赔不赔都不要紧，等着瞧吧。走。加油！林少廷加油！
哎，第二名啊！厉害啊！很棒！小满，走吧，来来，给我看看。一时半会儿反应不过来了啊！哼，他们这帮小屁孩关系复杂着呢，哪像咱们俩呀，这么单纯。不过呀，这照片又多了素材，可以卖钱。小满，见证奇迹的时候到了。不是你没听到柴田刚在上面喊话？没呢，我忙着呢。哎，你先再注意看啊，我先过去忙啊。哎，这月亮写着星星，那江湖戏你不懂恋爱。我的爱，星星衔着太阳，那跟着呼吸你不懂。我狂热，太阳衔着月亮，那真的就叫呼吸。你可原谅我自愈的颠倒，宇宙世界也颠倒。哇哦，这是一粒尘埃啊，我却在演说月亮。觉得数着星星，那就是一粒尘埃，傻傻爱着天地。太阳恋爱万物，尘埃自由爱，乱中爱去分明，亲密的世界。意乱中自也分明，回转在宇宙。自从人群中第一次锁定你，你就被保存在我的内存里。你的一颦一笑，我都舍不得轻易。直到内存满到爆炸，慢到无法自理。偷笑，爱的丛林一直繁衍茂。你的矜持又浅不了，此时此刻的燃烧，看似热闹，心在狂飙。意乱中，爱去分明，亲密的世界。干嘛呀？我们有话对你说。不，不是我们，是他。给你的承诺，其实我一直都记在心里。还记得当年，就是在这样的操场上，一步一步的走到现在。我总是在抱怨，可是我却忘记了，是你一直默默的在我身后支持我。你在提醒我不要失去心里的希望和理想，你总是可以忍受我的坏脾气，我感谢老天这个时候给我们一个孩子，他是我们以后所有的希望和动力。
我今天没有钻石戒指给你，但是我答应你，我一定会给你一个更好的生活。 早把我们折腾过来，还说什么早起的鸟儿。我觉得他是良苦用心，是个好导师。别幼稚了，妹妹，他这是资本主义变相剥削我们无偿劳动力的唯美方式。剥削？嗯。他不是说了吗？以后这种会各个部门以每周或者每两周的频率召开。 还是什么早起的鸟儿有虫吃？那下一句话呢？早起的虫儿被鸟吃。所以你的意思是我们是早起的虫儿被公司吃？嗯，一口一只，吃得定定的。小妹妹们，当不了早起的虫，更轮不到你们当早起的鸟。哟，老徐，你这说的一套一套的。 那你呢？我既不是虫，也不是鸟，我是树枝。嗯，等你们到我这个年纪啊，你们就……算了，不提了。说了你们也不懂。哎，等等，你是戴眼镜的那个？ 至少我们这个软件在实现上没有什么大问题。告白是告了，别人不接受也没用。他怎么说啊？他说我昨天帮了他一个大忙，他本来因为抢了 Nancy 主持的位置，被他修理了一顿，心情很低落。而我。
又让他振奋起来了。振奋？这是一个什么形容词啊？是动词。那我也说一个消息让你振奋一下。我爸有一个朋友在找一款奇思妙想的 APP， 他愿意提供天使投资，我就把我们的 APP 发邮件给他看了，他觉得已经够成熟了，愿意给我们投钱，不过还是要见面详细聊一下。真的？嗯。我昨天晚上其实一直在琢磨这款软件的缺陷，比如无人机的不稳定因素。那天真想，他要是再多走一步，抓拍图像清晰度不够，便无法支持搜索，必定通通泡汤。还有，这款抓拍软件必须具有美颜效果。你想想啊，大庭广众之下，数万双眼睛都盯着呢，柴女生肯定是气在图片不够美上面。他是这么跟你说的吧？我们还是说为天使投资好吧？天使？谁叫啊？谭先生，你来的正好，说说运动会那天的事儿，你都听说了吧？还有人没听说吗？整个公司每一个角落的人都在聊这件事儿。你打几分？满分。小满要给满分投资。不是我，是我爸朋友。加我一个。什么？还是咱们三人组啊，继上次 Innovation 大获全胜之后，咱们仨再次强强联手，开个公司直接做大，天使投资 A 轮 B 轮融资，将来直接上市，一起走上人生巅峰。还有穿代码提示错误呢，赶快起来改。哪里？哪里？啊！伤势不算太重，还能活几天。喂，正经的，他们为什么对咱们的程序不感冒啊？不够好呗。哎，我的长相都不敢说好看，但是我的代码一定好，非常好，肯定好。那种传说中有艺术家气息般的程序员，就是我。那也不看看是谁修改的，别嘚瑟了。多想昨天为我停留，多想陪你到最后，是我最美的守候。没想过我们相爱的两个人，最后却。
没想过明明相爱的两个人最后却沦为普通朋友。